我这个相机啊刚充完电，然后呢现在是6点钟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阳光啊是多么的这个耀眼。然后现在我去集市那边溜达溜达，然后去看个风车，今天就差不多了。还是倒着走的话好像这个阳光能好一点。明天上午呢我去根特一趟，下午就中午，我估计中午1-2点争取到这个布鲁塞尔，然后在布鲁塞尔的市区里转一转，然后后天早上呢再转一转这个清晨的布鲁塞尔，基本上就完事了。然后11点左右就去机场，到机场估计也给12点1点那个样子。我是下午的火车，但是呢主要还是看周一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给我回邮件啊，因为我有一个考试，就是那个 BIS 的那个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的录取考试，他给我定到了这个16号那一天，正好是下午在机场的时候，所以就是看情况吧。他要改了，那就好办了；他要是没改，那就是只能是早点去机场，然后做着复习。我现在有点感冒，哎呀，好，现在出发。